这不来吧，即刻。看个什么变异啊，瞅一眼。原计划变异。真正的探险家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女神之泪可以玩啥呀？这个装备学者能玩不？学者可以，雨量级，学者雨量级。这不冲狼人？哎，来把狼人！这就是我的本性。完了，我把青钢眼卖了，我操！没事，问题很小啊。这波我们要一个这个狼人来攻速，先上上。我们要个巨魔加上一个机器人啊，看看到底是玩巨魔还是玩狼人，对吧？今晚，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问题很小。就和挠痒痒一样。嗯，玩巨魔还是玩狼人呢？三赏金，我当时没有，没不给我这种就是选择的机会，知道吧？当时不给我选择的机会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来选择。有雨量级对吧？给狼人还是给巨魔？什么都没给。指引我的去向。来把狼人啊！来把狼人，升级。后排上一队，来把狼位，擦个水银。来一把狼人，给个水银。希望可以赢啊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
水银电刀加泰坦，有雨量级，前期我们无敌。下边给来两个狼人，攻速锁着甲魔抗，泰坦不是必要的，我们必须得先要水银啊，先来个水银，魔抗优先，攻速负，再锁着甲。我们锁着甲魔抗选一个，其实也可以恶心他，直接选锁着甲，不让他好好玩。心中的罗盘，没什么好上的呀，哎，不难受啊。我建议划着走，薅着得了，上薅着吧。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上来就执法官，我操！上来就二星狼人执法官，早知道我恶心他一手了。这人太恶心了，太可恶了！这么快就二星狼人，上大卫两斗士，大卫有两斗士吗？啊，有格斗甲啊，有巨魔，有格斗甲。早说呀、哎，不说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上格斗家，但格斗家他也赢不了，够呛，打他没一个赢。这人二星狼人。这捡甲捡魔抗一顿捡，直接瞬间融化。给个狼人，别给巨魔，我不要啊。薅着可以要啊，薅着。大卫可以不要了。主播怎么不上盖伦大嘴？这把变异不好，原计划。攻速可以，锁着甲有没有？我们开始行动吧。大背能升到二，我们就上个大背。没有，有炼金。今天是什么专场啊？我们一般下午打排位，这把打完我们就排位了，兄弟们啊！没有，但是马上快了，我已经吃了一把鸡了。今天啊，我狼人，在我希望在我打到钻石之前，你不要打扰我，不要跟我说话。你只会影响我狼人的出爪速度。
把狼人挠的速度。我们跳起来吧。小黄毛也没用了，不上了。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挑战，四挑三练六营口。啊！我狼人又死了。我发现这狼人放哪儿都容易让人集火呀，真是可恶啊！准备好应付麻烦了吗？六营口开始大地，先递个二星狼人，挑战飞升。飞升吧，要不飞升感觉行啊，挑战一还用想，这肯定得想一想啊，能顶住飞升不？我觉得飞升好一点，飞升吧，飞升你挑战者不需要啊，兄弟。正在路上，你挑战正常四挑六挑都能凑得上，不需要，不用挑。飞升之前都杀完了，杀不完，那狼人是个弟弟，杀的杀个屁。站后边点，别让人集火了啊，别让人集火了。往后站点，老让人集火。两炼金飞升。对面把你的人都杀完了，不可能。攻速狼人没什么意义，我们还是得要锁着甲。火炮狼有搞头没？火炮狼没搞头，算了吧。给个二星狼人，滑着走。这就是我的本领。最后一地，最后一地，不要逼我直接给捏了啊！不要逼我，惹怒我的下场，你知道的，嗯。蒙多不要吗？蒙多，啊，蒙多是炼金呐，不重要。蒙多没有那么重要，给忘了啊！蒙多是炼金的，蒙多不是变异吗？玩习惯了。不行了，我必须得递了，我不可能让这狼人升不到二，我要死了。好，升到二了，可以先小锁一手，上个四挑，
差个鸟人。现在我们就有点猛了，确实有点坚持不到飞升了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找条路给我。可以，鸟人其实是可以的。三练四条，我们现在基础已经成型了，啊。现在还差点质量，给点冰人装备，法爆无尽啥的。大虫子别来了，行不行？我这臭了。我来抓你了。时机到了。任务指引我的去向。这不蒙多医生来了吗？蒙多医生要去会诊了，但是没什么用啊。粑粑人生了可以啊。任务指引我的又一个电刀哎，这个电刀给谁呢？薅着是我爹，来告诉告诉为什么薅着是我爹，告诉告诉他们为什么薅着是我爹。找条路给我，交给我吧。给点狼人行不行？你看见过我的跳子吗？青钢也不要了。我看东西清楚。刚挠完飞升了，哎呀，回回这样式的，刚挠完飞升了。那狼人就一个都没有呗，这半天。我们就四条五炼金啊，就够了，其实四条五炼金。上冰女家蒙多，薅着不要，要炼金。但是薅着要三也可以用，主要是前排。哎呦我操！二星发条，三炼金的太弱了，五炼金吧，五炼金。炼金能合吗？我是真不知道拿啥，拿个剑接着吧。
三星粑粑人要吗？算了，耗子跟螃蟹不要了。跳起来吧！坏了，这家永恩二星了，操的！这个快呀，我们到现在狼人还一个都没有呢，啊！我们到现在还狼人还一个都没有呢，就二星以后就再也没来过了。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黄金门票，大地，我的狩猎并非为了杀戮。存在就是折磨。我们跳起来吧。所有人都将一只可以用。粑粑人先生了吧，他妈别的没生，粑粑人生了。薅着换一个，粑粑人杀了，粑粑人三星了，可恶啊！这也赢不了啊，全他妈是永恩的。薅着不要了，我们要这俩。青钢影不要了，换个鸟人吧，青钢影行不行？啥尖山呢？我们开始行动吧。我建议滑着走。我建议投了吧，要不一只也没有。一只也没有，咋整啊？咋办呢？全花了得了！我操，这无尽法爆塔姆！兄弟们，你还别说，还真就有机会。现在我们全线地狼人啊！直接把钱全花了，就地狼人。我看东西很清楚。好，狼的医生要去会诊了。这游戏真好玩儿，这游戏真好玩儿啊！我看东西很清楚，这就是差一针儿。
到死啊都没上山呢。哎，有没有人记着点我花了多少钱一共？有没有人记着一共这狼人花了多少钱？就是算上我们免费的地的。干了，干了，递了100多块钱。好，兄弟们，我尽力了，是真是没办法呀。那狼人非得6级地，我6级地是二费卡最高概率，那要不然你觉得几级地呀？哎呀，累呀！退出吧，现在第6，快写上！我不玩了，我写不写？我不玩了，我累了，我不玩了。三星冰人加。